你不是没钱了吗？还喝奶茶？快走快走。您好，我是在网上看到的，您这里是在招兼职吗？来这里兼职？哎，再不赚点钱，别说写小说了，连命都不保了。你要我堂堂种卓行，跟你来这种地方兼职，还不都是因为你花光我的钱？做梦吧你！兼职这种事，在我这儿是永远不存在的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哎。你干嘛？怕丢人？有你管！你这样会把所有顾客都吓跑的。欢迎光临，这边点餐。是啊，我。你好，我要一杯超大杯的焦糖奶茶，加奶盖，加双粉珍珠，双粉椰果，满分糖，奶盖也要双份。还要一杯抹茶奥利奥。喂，你听见没有？这位阿姨，你这么胖。还喝这么高热量的奶茶，还要大份，这样对你很不健康哎。你说啥？你叫我阿姨？不然呢？我喝啥用不着你管。我是为了你好，你这种身材，一看就是甘油三酯积聚过多导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太可恶了，我要投诉。年轻人，心浮气躁。老板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前台他是做不了了。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可以啊。看什么？我是坚决不会穿。说了不穿，死都不穿。拍什么电影啊？不如来拍迷你剧啊！导演好欺负，演员不要钱，迷你剧都拍不好，你回家做香蕉好了。我朋友比较特殊，特殊，他跟常人不太一样。身为第一反派的我，给你打工已经很给你面子。不是年轻人，要不你把你这朋友带走吧，我这还要做生意呢。别，经理，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，赶紧走，我可不想像傻子一样待着。你别说了，还不都是因为你。哎呀，快走，我这里需要踏实勤恳的年轻人。我们就是啊。是个球。就是他。不要着急，好好排队，人人有份。这个孩子虽然傻，但还有点用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快点！